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咱世界面甲下段的迄个外景采访。这段外景采访呢，是由小弟吼五洲世界十四社中华云林嘉义区的驻地采访主任小弟蔡志生本人今仔日带领着咱诚心电视台以及五洲世界联合团队吼来遮做一个采访介绍。今仔来到遮是啥物所在呢？遮就是咱台南市的新化区。吼，伫台南市新化区，遮有一个饲养了非常有名的鸟友。吼，相信我安尼讲，可能足侪人也已经约着几分啊。吼，有诶人可能对新化有了解，啊，有诶人可能对新化抑阁足陌生诶。袂要紧，咱今仔来到遮，就是好好甲咱介绍一下咱新化。吼，新化除了有一个迄个老家以外，阁有一个讲。也阁一个虎头鼻，可能即个大家拢相当有淡薄仔了解啊印象。啊，今仔了解咧，咱就是来介绍这位霸天角色，互咱大家做一下了解。来，等下大家带我来看一下精彩的吼，霸天伊内底安怎成功，因安怎伫即个成绩方面赫尔啊辉煌，吼，咱来甲参观了解一下，带我行来去。各位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洲十字台南。记者甘玉迪，俺今仔日要来采访台南百天歌手潘百传，介绍伊饲粉鸟的过程，哦，真精彩。啊，今仔日来介绍一下潘百传，潘大哥你好。哎，你好。嘿嘿啊，甲全国的鸟友好好啊，做一下介绍者。咱全国的鸟友，安尼大家好，安尼。今仔日首先，我嘛欢迎咱这个五洲十字社啊，这个团队会当来到安尼，我这个分焦图来甲咱安尼摄影安尼，感谢。潘大哥吼，伊就开始参赛比赛分焦，伊个得到综合冠军吼，真济。啊，对早期的陆上比赛到即卖海上比赛吼，个入奖个成绩。是予足侪鸟友真新鲜，啊！伊家己伫比赛，拢家己一个人伫运作，啊！来叫伊来说明一下，家己一个人是咩啊来运作比赛、配对、佮训练，嘿，请潘大哥咱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这饲粉鸟吼，实在是1970年开始比赛啦，会使讲对吼，对比赛吼。就是家己感觉讲，第一，就是这，就是因咱的兴趣开始，啊，落去参赛，啊，咱会当得到迄个荣誉，另外来开始第一档会得冠军，咱就是开始就是毋忙第二档、第三档，甚至第十档，拢会当会得冠军。俺听教务讲，潘大哥伊饲粉鸟，拢家己一个人咧运作，啊，请俺潘大哥。吼，来简单来说明，吼，分享予鸟友看，家己一个人是咩啊来参赛、配对、搁训练，吼，啊，请潘大哥来分享予咱鸟友知影。因为吼，我拄啊伫即个1970年开始比赛咱即个陆上，到1985年开始比赛后山，到1987年。开始比赛，咱这个海上的竞赛，迄阵是一档一开。即马来到1991年，搭全民队落海，所以讲这是咱台南县吼，这是一个正常史的对啦。啊，我拄啊烟头拄啊开始拢在参与到尾啦。但是最大最难忘的吼，就是讲咱会当在参加着咱这个竞赛吼，我伫这个十档。20档、30档，甚至即个40档，拢会当来即个拿到真正好运吼，拢会当拿到即个冠军啦吼。即个冠军对我个人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的肯定啦。因为第一档有可能就是懵懵懂懂啦，第二档就是小花捌啦，第30档就对啦。有时啊，就是讲，这是咱努力咱得来成果，表示讲咱的分鸟吼。伫即个30档含即个第一档，就是拢无退化，毋但有法通阁继续拿即个冠军啦。甚至到即个海上竞赛，即咱的分鸟
嘛是也可以当继续来甲咱发挥，甚至伫即个海上的竞赛吼，伫即个个位数嘛是拢也可发动转来，伫即个速度上的即个方面嘛是拢也可伫即个大会拢也可有时啊，常常拢要有即个超速的即个成绩吼，这是我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肯定啦。啊，所以讲头拄啊，咱即个主持人有甲咱问吼。讲是安怎太有法当家己一个人对家己一个使用就对啦，因为我恰恰家己一个感觉啦，今仔日要做一个义总，绝对就是一定爱有家己亲自对比赛，对比赛就是那是讲家己对战争，家己唔到有法当家己认定，啥物物件是咱家己咱的需要啦。所以讲我一直伫这个四十多年来吼。我永远吼，我拢无去请教练，拢是我家己在比赛安尼。潘大哥，伊对早期的比赛录啊，到即卖比赛海啊，伊入上的成绩真多，不管是来超速，还是来放马，啊，甚至规回转来几只，伊拢会到。啊，伊所饲的是啥物交警，会这么厉害？安尼来做叫潘大哥分享和教育。看伊是到底是饲啥物交警吼，来伫这歹天会遮尼厉害，遮够超速。感谢吼，今仔日就是讲，伫咱这个台湾吼，这个海岛型、海岛型这个气候吼，啊，咱恰恰讲这陆上的分鸟和海上的分鸟吼，有很大的差别啦。我恰恰咧想讲，今仔日若陆上的分鸟和海上的分鸟，白白拢伫即个海岛型的一个海岛吼，那有差遐济吼，相信若搁伫外国引进入来，应该是会搁差愈济大对啦。所以讲，我今仔日若以我吼，我是从以前陆上的延伸，就是开始迄个金山，迄阵我就放我的神龙号，含我的天王天花，含我的地狱夫人。我这个神龙号吼，敢若伫即个前山甲后山，伫即个宜兰山，甲即个苏澳山吼，伊有八只的唯一归还，八只，伫无同人放、无同款的气候，而且的季节，也安尼伊有法动，干那当下一只，安尼伊有八遍安尼，啊，迄个中华冠军，迄当然就是春夏秋冬，迄拢已经几啊遍啦，迄拢二十几只的冠军啦吼。啊，所以讲，我从伫这个神龙号开始延伸来，用我的来最代表性，就是我的天王天花，安尼复配以后，伫这个1989年，我干那用这两条分鸟吼复配，伫这个1989年迄当，拄啊有七只的综合冠军，有50只的十等来啦，因为迄阵我都要做出来伫外口吼。也含遮个交友拢安尼交流，所以讲迄边的入乡的成绩会较侪安尼。啊，再来就是讲，因1987年咱开始在落海了后，我嘛是用遮个分鸟在参与，啊，咱嘛是会当得着了。但是在参与了后吼，我就是有引进那个安德烈·博莫的这个强夺者一个系列吼，我安尼甲对搞起来，伊对我安尼对搞起来三个品系甲对搞起来了后。在参加到咱这个海上的竞赛，伊不但伊是这个歹天、好天，完全含陆上完全拢无影响。啊，所以讲再来就是伫1991年，咱全面性内海了后，有一个规模内海了后，我今仔日用这三款的鸟啊，内了后，我去伫这引进很适当的引进这个雪山虾，伫日本这个雪山虾，我做用这个日本吼。这个白山正会，伊这个所在引进伊个王白金甲，这个荣誉狮子号，这个荣誉狮子号入来了后，我最主要搁甲去甲套一个，这环布利安娜，这环布利安娜伊伫这个1984年这只241，我引进241的植入去搞荣誉狮子号的植入了后，搁含我的荣诶这个神龙号搁对搞起来。所以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延伸到这个海上，这个海上了从来开始到1995年，我再引进
我这个罗先生，这个凯旋，我引进这只鸟啊的特件了后，这只是必定是全国中距离冠军的鸽王。我引进这只鸟啊入来了后，到到我内底所只的疫情只发挥只整合，伊对这个海上的景象继续地发挥。伊这个发挥落了后吼，伊无论看伫这恶气候。伊迄个化粒啊，伊嘛拢有法当去发挥，安尼转来，甚至伊伫即个恶气候，伊即个超速性吼，伊恰恰拢会即个超速安尼。按真个天哥讲到罗先生，相信罗先生嘛，全国真侪家务拢伫饲。啊，罗先生伊本来就伫饲，伫歹天吼、哦，速度上就袂歹、嗯。啊，天哥伊甲罗先生合到白天罗先生。伊个由来是安怎？安请天哥来分享，互教友来了解者。诶，多谢吼。我即个罗先生吼，我伫即个1995年引进入来了后吼，啊，我着有哪有去啊交着我内底，我即个多布拉斯，多布拉就是113吼，113诶，即个特警兼特务。我总啊交起来了后吼，啊，伊伫即个歹天吼，啊，即个适应能力吼，啊，安尼也真悬，啊，伫即个啊，也往往嘛，且咧超速吼。伊即个罗线树伊个特性吼，因为我交过了后吼，比以前伊即个成绩会较好，就是讲，因为我有交过伊即个113吼，啊，即113伊即个成绩是。差不多，伊是拄啊伫即个，伊个特长是即个歹天甲即个超即个速度，所以我甲交过了后吼，啊伊对即个歹天的适应能力吼，会比以前较好。啊，我安尼甲测试过了后，我甲体型固定，然后含长期的近亲过来，啊我甲这是我特有一个品系，含伊个体型，啊所以讲我总甲合作我家己的白天罗先生安尼。啊，按天阁内面的交警吼，佫一条叫做印鉴家族啊。相信这全国教育拢了解印鉴家族。按请潘大哥来甲咱说明者，是哪个要合作叫做印鉴家族？因为我引进这个113吼，113就是迄只多布拉亚113，迄就是大力士吼。我干那甲引进入来吼，差不多我有甲引进好30只囝。但是吼、哦，我甲引进入来了后，最好的一只母就是我甲交我内面迄只印鉴吼，迄只就是原配母。啊，我这个原配母我甲交落了后，我总用伊的囝吼，这只印鉴直接去甲交罗先生安尼起来吼，伊这个心情吼，伊安尼伊发挥的特别好吼。啊，所以讲，我总甲合作，我用这个所有的特件中间，我敢若留着这只印鉴尔。我所以讲，我内面所饲的，就是全部拢以一只印鉴为主。按潘先生吼、哦，伊上印感是伫伊内面的独角内面算上界发挥的，心情嘛上界好的。按、啊、来叫伊来介绍一下，是呾伊的印感的家族吼、哦，是呾伊的。组合是安怎组合起来，成绩是安怎来遮尼好？啊，伊个特点、伊个特色是安怎？啊，是哪要合作应感？请安潘先生来互教育分享。这个应感吼，这个家族就是讲，以前嘛毋是合作应感啦吼，嘛是无好名啦。啊，拄啊伫这个1997年吼，啊我拄啊用这个多布拉遐引进这个113，啊113引进入来了后吼，啊我着。本身我的罗线树就发挥了袂歹啊，啊，我总用尝试用这个罗线树去甲交这个113这个家族，啊，这个113这个家族吼，甲交落了后吼，伊伫这个无论看是伫这个歹天方面，啊，也是伫这个恶气候吼，伊无咧分季节，伊拢发挥了真好。但是伊发挥了真好的中间哦，伊拄啊伫这个。伊所有的囝内面吼，我甲拣一只
迄只1999年的吼，迄只636，尤其这只鸟啊，伊的后代吼，伊教起来是特别好，伊本身发挥特别好。所以我伫这2000年开始，我是重用这只636这只粉鸟。啊，伫这只粉鸟伊开始，伊伫这2000年，伊的后代陆陆续续伫个发挥，甚至伊请伊的后代吼，伫这个专存。伊后二顶、后三顶、后四顶、后五顶，吼、哦！伊伫即个短短期间哦，伊恰恰拢有转存，伊有即个成绩安尼。啊，在到我伫即个2004年了后，我即只粉鸟，我著无伊个囝，我著无甲比赛，我专门拢用即只囝开始在做育种。所以讲，我到即个2000年。到这个2014年，我这只粉鸟完全所有的粉鸟发挥，拢是靠着这只应感的后代安尼。应感家长吼，伫俺天阁的角色内面吼，正发挥。吼，伊是伊的外观是生得安怎？吼，这相信真侪教育想要了解。安尼，俺就即马请俺潘先生来跟说明讲，应感伊到底伊的外观是生得安怎？伊的肉质是如何？是啦，啊，佮伊个鸟种个特色是啥物货？吼，俺叫俺潘先生来甲咱做一个分享。伊即种应感吼，伊个特长，伊就是大毒蜂。伊即个毒蜂吼，伊无论话是毒南蜂也好，要毒北蜂也好，伊即种蜂鸟吼，伊个特长就是干呐，归巢力特别强。啊，甚至吼，伊即款鸟啊吼，伊最主要伊就是也免讲去重啥物条件，伊就干那小可安尼，但边啊咧看一下，看一下吼，伊即款粉鸟吼，啊，伊就安尼一直掌管，伊就一直掌管安尼。所以即种粉鸟吼，伊嘛无重啥物条件，啊，伊即速度伊自然就会当发挥出来安尼。啊，相信伊潘大哥伊角色内面就是应建家族。俺想要来了解一下，俺潘先生伊为什么要改这个婚教这个家族或者应感？人讲的应感是不是叫做保证，还是叫邓英啊？啊，请俺潘先生来甲全国的教友来做一下分享。因为这个应感吼，啊，我伫这个2000年到2014年吼，啊，我都啊拢无卖任何一只婚教出去安尼，都伊讲有送朋友啦。啊，这个朋友吼，因大家咧用吼，啊，都拢啊赢了真大，一个真大奖安尼。尤其我送台南市吼，有一个苏姓吼，啊，佮送一个乌来，一个老姓吼，老河川先生吼，因对因伫这个歹天吼，拢伫这个歹天，啊，拢安尼落来，啊，拢啊得了大奖，啊，因也真欢喜，啊，我也真有面子安尼。按来个潘先生的婚鸟图吼，伊个婚鸟图的设备吼，看起来真壮观呐。啊，伊是听伊讲吼，这个婚鸟图起一冬两个月，啊，伊是安那起的？是毋有请教老师，还是请教他人吼？这个婚鸟图的设计这么好，啊，是婚鸟饲足济，还是安那饲？啊，请按潘先生来做一下分享者。多谢吼。这个粉鸟图吼，这只大图啦吼，实在是不简单啦吼，因为人比咱较大图的嘛真多啦。不过我起这图粉鸟图吼，最大的用意就是讲，我到我几十年来，我认为我家己我有迄个需要，啊，我有家己要安怎去饲出讲我上成功，啊，佮对我吼感觉讲安尼会当。得到上大的效果，我是往这方面去设计啦。啊，增加度吼，起真大。啊，你伫饲的粉鸟过程中，佮感觉讲粉鸟特别用。啊，你的配对的经营，佮因为讲你的粉鸟度设备好，配对方面生出来鸟啊，佮特别好。啊，请俺潘大哥做一下说明者。迄个大家拢吼，来到我遮吼，拢会想讲哦，啊，我唔饲了，千外只，也是七八百只。其实。我实在是空间吼，有法当饲头了1000只、2000只，应该是拢无问题啦。
但是吼、哦，我长期性啊，我对鸟啊，我家己会坚持吼、哦，因为鸟啊，第一我也做真少做出，啊，这个买卖上吼，会使讲也真少安尼吼，啊，所以讲我认定我无需要饲遐侪粉鸟，我因我较早饲粉鸟较紧吼，我就是拢头咧保持差不多伫这个一两百只。啊，最近吼，啊，都也起一度啊，正度吼，啊，感觉单位也正少吼，啊，所以讲我有饲较侪日数啦，到阵还阁将近头，我都有买金鸽、挂幼鸽，安尼将近头250只安尼。啊，这么大个金鸽度，啊，潘先生是安那来做管理，是家己一个人来管理讲，还是讲阁有他人来协助伊？啊，这样潘先生来做一下分享和教育了解。我对这个比赛的管理吼，我真少叫人给我斗用啦吼。尤其伫这个比赛，我从整甲开始配对压队，包括鸟仔仔比赛，我拢我是一手。包括我这个伫台南市吼，这个比赛度吼。啊，嘛是拢我家己安尼，所以讲我今仔日我家己一个人尔，我必须就是爱家己去设计这部分鸟图上适合我的管理，啊，用上界短的时间得到最大的效果，啊，我是安尼做法安尼。分鸟图安尼设计是比较的好，饲起来分鸟应该特别用，啊，做潘先生做一下，互鸟友了解讲。安尼饲鸟仔是真正是特别用，还是讲你做出鸟仔的遗传的特别好？这个用吼，有时啊都也毋是讲，因为用吼后只迄个大肚细肚啦，大家你饲嘛拢真用啦。毋过我对我家己这个分鸟肚吼，我家己认定讲用上少的时间，啊，只个分鸟伊整个动线伊要休困，甚至就是讲。即、这个落雨吼，即、这个最起码就是讲，莫予破雨，啊，即、这个寒天莫予伊安尼，即、这个北风吼安尼直接呛着粉鸟吼，所以讲即方面吼，要我倒拢也真注重。所以讲我即度粉鸟度有16片的光芒，随时会当去调节着我即个温度安尼。目前吼，按白天歌手吼潘先生伊的心情，伊的比赛重点吼，拢放伫南海。啊，未来性按潘先生有讲，搁要往北海来发展，哦，这方面按请潘先生来做一下，说，互俺教育来做一下分享。因为吼、哦，我家己一个人咧管理尔吼、哦，啊，我伫这个2000年开始吼、哦，啊，我都拢无做出含外口安尼配合度安尼，啊，拢我家己去骑度，啊，我家己比赛，啊。伫这2000年到2014年，我完全对外口会使讲全面封闭安尼。啊，我伫这个2015年，就是今年开始，啊，我就是有那慢慢吼，啊，咧感觉讲安尼对外口吼，对这个北海的正常，安尼真有一个尝试。因为大家都拢想讲，啊，这个北海也真歹飞，啊，咱去哩吼，是毋是咱会适合？啊，所以讲一直上人力上吼，也都啊不足，所以讲也拢无去哩到北海安尼。啊，北海参赛嘛是潘先生家己一个人要去参赛呢，还是讲佮有合作甲交友其他的合作？我在今年吼，就说个春季吼，啊，我都我那有做几只去哩。伫北海吼，啊，尝试看看，我都有做6只，诶，伫这个新河村吼，安尼参赛，啊，伫这个去的当中吼，伫这个两关，啊，拄啊也真好运，拄啊啊两关拄啊综合二等的安尼，伫这个新河村，啊，我伫这个宜兰，啊，我那去伫这个我一个朋友阿峰遐，啊，伊参赛落吼，啊，我做5只鸟仔去。啊，到第三关这关回来吼，得个71只，还佫1只，啊，所以讲还在尝试中间呐。我相信吼，好鸟吼是无分南海佮北海啦。啊，
潘先生伊饲养粉鸟啊，几啊十冬啊，伊未来的后十冬，伊搁有啥物计划？吼，伊个对伊个未来比赛增加方面，搁有更加好个计划，会用来分享给教友。多谢吼，因为我认定啦，要育种一款个武器也好，咱所谓咱饲粉鸟，常讲拢讲个讲武器啦，其实实在是鸟种啦。在这个矫正吼，这个育种当中吼，我恰恰抱着一个观念，就是讲，你必须就是一定要去比赛，你才有法当去适，知影讲你的需要是啥物啦。有时啊过去吼，咱这陆上吼，啊，咱去饲啊，就感觉讲，咱也感觉讲啊，真大只，哎，但是大只吼，伊嘛是会飞呢。不过呢，伊即阵啊吼，即阵啊就是讲。尤其伫即个咱即个南部吼、南海吼，伫即个角度掠到即个117，有时啊小可飞一下吼，啊粉鸟就去啊扇人外口出去。所以讲，即个咱已经知影即个趋势吼，所以讲在咱自由的矫正中间，咱尽量甲改良较细只的。啊，应该即个较细只吼，伊对即个耐力吼，啊天气也慢慢伫啊热吼，伊对即个耐力应该伊的适应力也会较强。所以讲，我伫即个育种吼，我是拢慢慢往即个方面去搞发展。啊，至于即个未来十冬吼，我相信，因为我在即个应感度我来发，我用即个应感了后，我去选择的即个姿势，即个姿势在五六年的测试中间，伊即马到伊个去生着即只三岁，即只三岁吼，我相信。伊还阁很年轻，啊，伊个囝孙已经拢伫发挥啊，所以到十年中间，我认定我以后个种植还阁真少年，我对我十年还是充满着希望。啊，相信吼，按潘先生个分享吼，伫屋企后来比赛吼，伊个成绩特别好。按潘先生以后，阁有想讲要伫北海来徛住。家己来亲自来参赛，起来到这吼，实在是啊，已经吼40多年啦啦。你讲要家己去骑渡吼，迄个机会实在是也真少，也无迄个力通去舞啊啦。慢慢来，会当踮咧厝育种吼，啊育种较好个，啊交予人专业人员人去管理。我相信以咱个分鸟吼出去吼。迄、那个发挥的程度，应该是慢慢可以预见啦。相信俺白天歌手吼，对陆上比赛到海上竞赛吼，参赛时间也真久啊。啊，俺要来请问一下潘先生，伊对即马咧饲海上对陆上鸟，伊是的管理啊，伊的看法是安怎？即伊来分享，俺才有了解。咱这个饲粉鸟吼。实在是，大家拢有大家的步数啦，啊，一人拢一步啦，啊，这拢无唔对，但是唔过就对啦。对于好的矫正度外啦，咱这个饲养方式吼，恰恰改变啦，这是最大的弊病啦。因为今仔日吼，这叫做饲手无稳啦。咱若今仔日饲手有稳啦，只要是好的粉鸟吼，我相信吼。安尼真简单的饲养，伊自然就会回来啦。结果大家拢把这个海上的景象吼，尤其这南海和北海吼，想甲上复杂味啦，一定得要安怎饲安怎饲啦。我相信到尾啊啦吼，也是爱回归这个自然啦。啊，这个简单的饲养，啊，迄落优良的矫正，第三项就是靠咱这个老天的帮忙啦，独一安尼尔啦。啊，最主要就是讲，咱这个药物吼，尽量茫学别用啦。相信吼，大家只要嘛想要了解讲，按白天歌手吼潘先生的粉鸟吼是生在啥物情形，啊，按今麦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伊的粉鸟的食路、肉质吼，伊的头型生在啥物情形。这只是迄落580吼，这只是我留起。地老的种甲，伊这只就是我迄只罗线树吼，迄只1/2米细工的特件，伊的原配对母，
伊即只伊个老爸是我个印鉴二世，伊即只伊个第一只特警，就是咱迄只旧年迄只差五十八秒，迄前年差五十八秒迄只个老母，也是旧年迄只全会惯性落来十五只，啊本社占两只，迄只七五个老爸。诶，老母，安尼，伊即只是安尼，即只就是头拄迄只五八孔吼，伊个迄落原配对讲，也是我即目前我拄来最好的一只迄落螺旋式，伊即就是以即只为主，伊个后代会使讲安尼，即拢慢慢拢是我拄来吼，成为最大的主条安尼。这只是迄只的原配对讲，伊个后代，伊已经入骨啊，只迄种歹天吼，拢个位数会入来啊。啊，所以讲这只吼，这只是我真介意的一只分销安尼。这只是我进独来印感三世，这只本身。这只一二年春季综合光分，啊，伊个后代，伊个温阿弟即个后枪，专花，二十只，即个十六顶个，即个伊个嫡孙，即、那个伫即个台迄落新北市，即、这个新和孙。两关综合二等，这个伫这个屏东，伊个囝仔孙综合这兵营二十一等，即目前伊个伊个孙伫这个宜兰进了七十一只，其中一只。安尼进爱个比较第四关才会知，所以讲伊个后代进慢慢拢是我独来最主力的一个晋级安尼。这只吼是我印感内底上好的一只特警，吼啊伊个后代吼，迄发挥吼，会使讲发挥无数啦。啊，所以讲我甲合作这只，所有的特警内底我甲合作这只。以代表性，合作二世，啊二世伊个子子孙孙，伊就是发挥众多，吼、哦，啊我就是有那个经内底，伊经内底，到经过六冬的磨练了后，我因六冬因众多的特警路中间，经一只上界代表性的迄只合作三世，所以说这是一个单一的传承啦。应感传予二世来传予三世可能十冬了后吼，我倒有可能会甲合作再世，所以讲这只后代，即目前是拢安尼一冬拢老做老三步四步，啊才起来做我内底的特邀总哥安尼。感谢咱全国的观众朋友对咱收看咱今仔这段节目，非常感谢。今仔是咱由咱五洲帅哥团队哈，咱所有阮只帅哥交美女哈，伫只共同甲咱哦服务这段的迄个采访，啊也非常感谢咱迄个新化哦，新化区台南市新化区，咱迄个百天歌社哦潘百传潘大哥今仔哦接受阮的采访，啊提供遮尔啊济丰富的资料，啊交伊的经验，啊而且分享讲，互咱大家拢知影哦，伊是安那伊。这二三十年，不管位陆上还是海上，成就拢非常的辉煌。伊的育种，吼，伊包括伊的种植，吼，今仔来到这，算讲非常的无简单。相信大家吼，若讲要起来伊的毒啊，机会足少，吼。今仔利用这机会，咱采访团队，吼，就来这，甲伊乌跩报出来，吼，非常感谢咱迄个潘大哥，吼，非常感谢，吼，好，感谢咱潘大哥接受咱的采访，哦，谢谢。